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子学院。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查询条件中的固定范围，包括我们的指定集合这种形式。那接着我们往下再看，当我们在个逛网站的时候，假如说我们逛这个电商网站，经常你在搜索的时候呢，写上一个商品，对吧？那查询出来的所有的商品呢，都是按照你的搜索关键字显示的这个商品，或者说大家都使用过百度。当你想搜索，假如说你搜索麦子，这是你的关键字，那我们百度中的查询结果呢，都带有你的关键字，这样一个效果。那想实现这种模糊查询的功能呢，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今天要学的，通过谁呢？通过 like 就可以实现你的模糊查询功能。那这个呢，也是我们开发网站中经常用到的功能。所以说，可以通过 like 或者 not like 来查询你想要的内容，实现我们的模糊查询。在实现模糊查询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用到以下两个操作符，两个符号，这个很重要。用到哪些呢？在这儿来给大家写模糊查询。首先需要知道百分号，它是代表零个、一个或者是多个任意字符。接着还需要知道一个下划线，下划线是代表一个任意字符。有了它们两个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实现自由组合的一个查询。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，假如说我们查询用户的时候，我只记着用户姓张，我想查询出所有姓张的用户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这么来写：select 星号查询姓张的用户。from CMS 的 user。条件是 username like，那首先姓张，那可能张前面有字符，张后面也有字符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应该用两个百分号，因为你不知道是否有，把你要搜索的内容放到中间就可以。那这时候你来看一下，是否能查询出我们想要的内容，张三、张三丰这样的形式，或者说我只记着用户名姓张，但后面的字我不知道。它以张开始的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了，啊，其实这个姓张就是叫张什么，所以说应该这么写，还是这两条记录，但是我有的时候只记住用户名中包含了 in，包含了 in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就需要用到两个百分号的形式，查询用户名中包含 in 的用户。Select 星号 from CMS 的 user，条件是 username like 写上一个，包含就需要两个百分号，写上一个你的关键字即可。那这时候看一下是否有符合我们要求的记录，你看到查询出来了。那接着如果你什么也不写，如果你写这样一个语句，你看一下结果应该是什么？Select 星号 from CMS 的 user where。Username like 百分号，我们知道百分号是代表零个、一个或者多个字符，那是不是相当于没有写条件一样啊？对，没问题。你看到所有的记录都已经查询出来了。那现在我又变了，我就只记着用户名为四位的，我想查询出所有四位的用户名，那这时候你用百分号还可以吗？不可以，那这时候就要用到我们的下划线。查询四位的用户名为四位的用户，或者为三位的用户。Select 星号 from CMS 的 user，条件是 where username like，应该是几个下划线呀？三个下划线，一个下划线代表一个任意字符。那这时候你再来看，所有用户名为三位的记录。都已经查询出来了，张三丰、张子怡，或者呢，我们查询一下四位的，再加一个下划线，你看到所有四位的用户名就已经查询出来了。那现在我们再变要求，我记着我这个用户名，第二位里边是 i，i 前面有一位，i 后面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，我就记住这样一个要求了。那这时候就可以把下划线和百分号结合起来使用。
用户名。第一位是什么？我忘了，有一位。那接着呢是 I，后面有和没有我都不知道，那这时候就可以用百分号来替代。所以说你就可以这么来写，星号 from CMS 的 user， 条件是 username like 下划线 i， 大写也可以百分号，看一下是否有符合我们要求的记录。你看到第一位有一位，有一位，有一位，这是符合我们要求的记录，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。那接着呢，如果你不加这个百分号，或者说你就想查询一下 select 星号 from CMS 的 user where username like 写成一个 king， 当你没有加上下划线或者百分号的时候，那你使用这个 like 是不是相当于等号是一样的呀？不信的话，我们来查询一下。好，是一样的效果，和你写等号是一样的，只代表精准查询。那接着 like 会了 ，not like 和它一样，相当于取反的作用。好，加上一个 not， 你再来试。除了我们刚才符合我们要求的那几条记录以外，其他的记录都会被查询出来。注意，这个 like 就是以后我们在开发网站中要实现模糊查询的这个功能。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打开。想实现这样的功能呢，我们就需要使用到这个模糊查询。假如说我想搜索一下麦子学院，你看到查询出来的结果都是带有我们麦子学院的这样的记录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好，那下来之后呢，大家把这个模糊查询这一块好好的练习一下，可以自己写点要求，来写上这样一些 SQL 语句，自由的组合你的条件。那这节课呢，我们就上到这里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